你喜欢吃什么？三百多一位啊，不是，你们这还收服务费呢，那够贵的。行了，又不让你出钱，<笑>你都请了我好几次了，总该让我表达表达啊。你看看，这我也不大会点，还是你来吧。 要一个鹅肝沙辣酱，还有你们这儿的那个招牌牛排啊，提拉米苏，再来一个香颂玫瑰露。好的，你跟我一样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一样，一样一样。稍等一下，谢谢啊。 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啊！咱们一块儿工作了5、6年，这段时间我们又一起深入沟通了一下，我觉得你特别的踏实、诚恳、真诚。虽然有些小毛病，但我不在乎。志存，我喜欢你。 我想跟你进一步交往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哎呀，刘芬，其实这些话我也早就想跟你说了。你这个人吧，善良、温顺，最重要善解人意。我这人也挺喜欢你。 还问我什么愿不愿意往进一步交往？这我肯定愿意啊！<笑>我不愿意。哎，小迪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我来了不是一会儿了。咱之前不是说过好多次吗？我长大了能养你，不用您去找别的男人依靠。 说什么？您不知道吗？您也甭说了，我也不打算再听了啊！我跟您说，今天我在这儿，不能让您干出对不起我爸的事儿来。你爸已经走了，他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在。你，哎，妈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妈，妈，哎，你不回去啊？你不回去，瑞，你不回去，回家找你算账。